Tony， 我讲 BQ 是阮的顶头上司，七众之首。对他们过来的时候呢，因为比丘尼我们就是要先上完，都要很清楚，他们才知道顶礼。像上次有一个台北法师来哈，我讲叫伊顶礼，伊搁搞共产党。哈，总而言之，你一下看就懵了，你讲，我看你的人家好咧，懵懵，安尼啊，讲明我懵懵，我讲是安怎呀？伊讲，迄真个甲假伊看，我讲你遐搞，迄形同比丘跟法同比丘，你看有？伊遐内底骨髓你看有？哎呀嘛，足搞的，我看无了，哎呀，那你用形同来讲无？哦，我讲啊，你为着看，你是用对一条神经看，对不对？我有个习惯，伊买很这个相。你动作以后，伊就想去做教育。你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？伊就感觉讲，伊我弟弟刚考的时阵，在活泼，他很相信我。但是呢，伊叫我甲一个 BQ 入来的时阵，哈，该顶礼一话，伊做袂到。伊讲男女平等。我讲佛学不是安尼，佛学是平等的。不过哈，伊伫学习过程当中开始有吃力，安尼，啊，这是佛教人家八进吧。我还讲，哎、欸，法师。我也是拢安尼咯，啊未出家，我嘛拢安尼顶礼，我愈顶礼吼，脚愈好，心脏愈好，脑愈好，规身躯愈好，我赚愈多。那你为什么不相信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对方表现的不好，伊是不是就有这个相卡住了？这样，这得卡住了，你快乐不起来，快乐中心的变形快乐不起来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护戒呢不简单。所以为什么一路上我要护戒，就是说只要呢能够让佛法长转，所有的古大德真正的是称愿过来的哦，人家他们呢不一定是在读书，但是他们非常的慈悲，佛的本怀他们有，只是你叫他们读书因为当下他拍摄供养对吧，人家他们嘴巴并不一定用讲话，因为阴门不是是讲话的，是不是法师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这就是我很诚心的呢，让我们七众弟子让他们知道说，当初是因为我们比丘尼先嫁后，我自己当女生我就知道了，女生拍嫁，女生就是有媚态，女生就是有挑拨，女生就是老虎。我叫我讲，无咱卖做老虎，咱来做狼，啊，做狼嘛，我做虎做哦。所以我们这边只要有长官来哈，尤其是以前的政府单位的人，只要有小三都丢给我教。我说为什么？还说小三到后来都不会跟他要怎么怎么差，都没给他差，变成这么大事。我说这样我不爱，你们用不能玩这一套哦，因为福格区不能这样子处理，我们有很深的共业，所以我就是回名利。那女众很特别。你嘛想后心，他有大丈夫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了不起哦。为什么？细腻，很细腻。好，所以你看来我们家出街哈，所有书跑到欧露露哈，本地呢，我们那个广华法师嘛是都来心呐，173公分，阿龙请就秀气头发嘛，等，结果这个还哈，传到边人一下第一遍，我是讲可以给你点法师，跟做者朋友讲。你讲诶，恁咧书吼，甲一个小男生做，我讲迄毋是啊，迄是阮的近人啊。后来你看，啊，昨天一落法之后有嘛哈，就拢开心找波呀，有嘛，原来像男生，就整个大丈夫就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是因为他们有上课，因为他们现在年轻人很神奇哦，一波胸口哈，他是不会去相信的。比如来问这情况，退党。咱遐，因遐厝是拢大家拢做水的哦，所以爸爸妈妈第一个嫌弃讲，这样、哦，这唔好，这真辛苦，这苦死我了呢。第一个就苦笑。做不啊，我就苦。后来你看，还是自己去选择吧，解脱在你，对不对？你肚子饿，说妈妈来帮你夹好不好？那、啊、你拉肚子，我爸爸帮你拉肚子好了吧？不可能。所以我就说你自己当主人吧，啊，只有你。所以法王子的诞生不容易，陪伴一个人从不清楚到清楚呢，是真的需要这个我们这个大脑呢重新来架构的啊。那记得真的不用害怕啊，